但是现在在历史上，因为我们昨天有去泰国，那我们就看一看一个跟泰国有关系的鱼塘。好呀、啊。好，赏金给我来，好漂亮，好漂亮。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啦！在第一集时啊，有提到这回有许多粉丝朋友和美凤姐啊一同参与游轮之旅，所以美凤姐特别安排了许多小活动来增进彼此的感情。重头戏啊，就是这天早上的美凤运动会啦！你看看大家是不是都很有活力呢？好的，这个暖身操结束啊，就准备开始来玩游戏啦。你看看，大家都是卯足全力哦，而且啊，还有超可爱的夫妻档，玩游戏玩到全场都替他们紧张啊。谁先？来，谁先？一、二、三，好，手放开，手放开，一点一点，手背后面，手背后面，你看这里，看这里，右边。不能碰到，来哦，大姐，不能碰到哦。好，没关系，我左有一点，尽量走，没有关系。不可以碰到哦，碰到就淘汰。不可以碰到，对，很好，对，很好哦。对，好，不能碰到哦，碰到就淘汰哦。不能碰到哦。你要走回房间了。来，你好，走一点步就到房间了。啊，起手，对对，再起手，对，再起手，再起手，对，再起手。哎呦，我说大哥大姐啊，你们实在是太有运动家精神啦！各位观众朋友，赶快帮他们鼓掌吧！好的，这个美凤运动会结束，诞生出了五位赢家。除了有凤姐送的小礼物之外，等等还会跟着拍摄团队一起去新加坡吃美食哦。这个游轮上的设施啊，真的是玩不完呢。除了户外的游泳池、滑水道、攀岩、绳索场之外，室内啊也有设备相当完善的健身房。你看看 Terry 一边跑步一边看着无敌海景，是不是很舒服啊？当然啦，如果有不喜欢运动的女性朋友，这里也有 SPA、美发沙龙和美甲服务，你们说说看，是不是很贴心啊？哇，现嗨烘！真的可以在游轮上，然后看着夕阳，看着日落，然后吹着海风，哇，真的是很舒服。真的，非常两个都不怕晒。是。他最爱了。我好爱晒太阳。晒到我跟你讲，我们要到什么下船去那个什么哪一个岛？普吉岛。他就不用拿护照，他只要说他排错。对，我就直接走本国人到泰国。哦，不过。这种晒太阳的感觉还真的蛮舒服的，而且最近我觉得我有点晒黑了，凤姐你有点晒黑了，对不对？有一点，但我还好啦，跟以前我年轻时候大概都这种肤色。那凤姐，你知道你这种黑是什么黑吗？我这个是什么黑？你这种黑叫做沙拉黑。沙拉黑。好，凤姐，你知道吗？来这边看日落，然后在甲板上，哎，并不特别，特别的是还有美凤姐在我身边。还有沙拉黑。还有沙拉黑，对。沙拉黑什么意思？沙拉黑就是我爱你。哦，沙拉黑。哎，凤姐，那你知道我是属于运动型的，你是属于什么型的吗？你觉得呢？你是属于正方形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长得超正的。哇，你不要那样哦。太敢挑了，你看，哎呀，健步真的要多学一点。没有。不过这两个都很优秀，又健康。那么今天呢，你找我来献台风。我当然不急，如果能够在这个日落的时候呢，在甲板上吃一点美食，哦，很幸福。哇，真的，那个超自然的感觉，是一定要吹冷气。对，好，那我们要吃什么？先卖个关子，你坐下来就知道了。哦，好的，快一点走啊，脚下面。来，看你这边请。哦，姜太瑞啊，你真的很会呢！我现在终于知道你是怎么追到美玲的啦，哈哈！凤姐上菜喽！不会吧，是麻辣鸳鸯锅？没错。通常我想说看个夕阳现台风嘛，假谁餐你们家咖啡或喝个红酒之类，对，香槟之类，给个麻辣锅，给个是麻辣火锅，好特别哦。是我听他们介绍呢，这是这艘游轮呢独一无二的户外火锅。啊，在供应的时间有中午跟晚上。中午跟晚上。对，所以有套餐。好，我们现在的就是呢，我们海鲜肉类套餐，时蔬的海鲜套餐。丰富哎。好，你吃牛肉猪吧，有的人没吃牛，有的人吃鸡吧，很多选择耶。没错。那现在可以来。好，稍微给它加热一下。而且刚刚哦，一刚开始的时候，师傅还来跟我们介绍。哦。好，他说他是客制化服务，因为他说哦，船上有36个国家的人。啊，所以五郎公那林汤吼，没有不吃牛的，或者不吃猪的，他就是没有牛油也没有猪油。那如果你要多少的辣，或者说你想吃牛油，他会另外帮你加。是。啊，白汤的部分都是煲下面煲。啊，白汤一起鸡汤吼。是鸡汤加鸡汤。赞啊！这种人吼，两个人来吃，或是几个朋友一起吃，大家点较济，啊，大家是互相夹来夹去，很棒哎。而且价钱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漂亮。讲到价钱，这很重要，跟大家分享吧。你敢讲的这百里啦。肉类的时蔬套餐呢，两个人只要28块的新币，差不多台币600多块而已哦。很便宜耶。很便宜，超便宜的。麻辣鸳鸯锅哎。对。哦。那如果是海鲜时蔬套餐呢，两人份呢，差不多是78块的新币，也就台币差不多1700多块而已。你想想，你看那个虾啦。鲍鱼啊，还有干贝啊，还有鱼片啊。我们讲哦，他你看他菜摆盘还挺漂亮的耶。是。哇，连那个白菜酱，你看每一个拍起来多漂亮啊！啊，这个白色加点红色勾稽，勾稽也点缀一下。师傅很有心。是师傅，而且是来自重庆的师傅，架杠的师傅。架杠的，真的麻辣。是的，各位观众朋友，你没有听错了。可以边吹海风边赏海景，嘴里还吃着美味的麻辣锅，并不会伤你太多荷包哦。肉类时蔬套餐两人份700有找，海鲜时蔬套餐有鲍鱼、明虾、干贝等高档食材，两人份啊也才1800元不到，是不是很划算呢？如果想要再加点，也有各式单点食材可以选择，相当的多样化哦。不过价钱是其次，口味好不好才是最重要的啦。佩瑞亚，赶快帮大家试吃看看吧。那各位朋友，我就先来麻辣锅的蒜牛肉。有那个椒麻。哦，那个花椒椒麻好过瘾哦，一入口呢，直冲你的喉咙。但是这把吼，还算蛮新鲜的，非常非常新鲜。在油，阿丁阿哥讲蛋是，我想讲蛋是先安装，结果这把我挺新鲜。哎，这把真正就新鲜，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想说，在游轮上会不会吃到的，就那种冰冻全骨啊，还是安怎，可能会较软较薄，但是不会耶，它的口感还是蛮好的。我觉得我吃这一口已经快要流汗了。咦，流。好吃，是不是？我们不要想说，船上吃的东西像只是应付而已，没有，没有，
煮斗地的大厨来做。没错，高档的食材，而且食材也很新鲜。没错，然后大师对调味料是很调味这个他是很看重的。嗯，这麻辣锅比我想象中的好吃。我们想说全上麻辣锅啊，找谁做呢？哦，找重庆的大师。对，来自重庆的大师。嗯，好吃，好吃。红锅麻香四溢，白锅温润鲜甜，果然是正宗四川重庆麻辣锅啊！你看看 Terry 都吃到大粒锅、细粒锅的啦，还不肯放下饭碗，就知道有多美味啦！真的是没想到游轮上处处都有美食哎、欸！船上的美食真的是有各式各样的不同种类啊，很多很丰富的，基本上很丰富。再来就是船上的设施。可以玩的地方，放松的地方也真的很多。没错，那每一道料理其实它都有老塞在处理，所以都很道地，真的很不错，是有用心在做，让你不会觉得。不过现在很多的游乐社区啦，或者说我们在陆地上、很多的一些观光游乐地区，以前吃都干单哦，有干单加干单加，现在不一样，大家都会讲究，玩乐啊，吃都很重要。是。这次呢，很高兴，就是能帮我们美凤纽约一起来出这个外景，那分享一下这一趟的游轮，你有什么感想？好，我要谢谢明世，更要谢谢凤姐。那其实这几天在游轮上，真的好吃的我们都吃到了，不管是中式、西式，还有南洋风、马来西亚风、印度式的各样的餐点，我们都享用过了。对。那再来是这个游轮上面，真的如同我第一天上船所说的，是不是？我们有酒吧、有 SPA、有游泳池、有滑水道。凤姐这边还挑战了我们的那个滑绳，还有攀岩都不落人后，打哈弄就厉害耶。登岛之后呢，我们还有这个丛林的飞跃滑索，然后呢还登高了这个68层的大楼，然后到了兰卡威走的这个天空步道，凤姐没有一样少过的哦，是不是？要掌声一下。既然来了，它有这样的一个设备，像有那么好的配套，我们一定要用啊。我们在星梦游轮呢，这几天。真的整个是放松，有人工作了以后问我，别的人就问我说，哎，那你们这样很累啊，很辛苦。我说我好乐在其中哦。我也是。对，那个工作辛苦吗？你喜欢的他都不辛苦，然后我都希望能拍到很好的画面，呈现回去给所有的台湾的朋友看，这就是我最开心的地方，也很开心，就是有很多的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参与这趟的旅游，真的非常谢谢你们。期待下次有机会啊，我们还可以揪团爬爬照，不过几率不高，因为我们也很少揪团，这次也很匆忙，但是有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很开心，谢谢，谢谢大家，也要谢谢明世，更谢谢所有的朋友对我们支持。谢谢凤姐，先姑父，我在下雨了啦。是的，凤姐说的非常对啦，真的很谢谢各位观众朋友以及明世的照顾，《美凤有约》这个节目啊，才可以一走就是17年呐。虽然在吃完火锅、看完游轮上最后一晚精彩的烟火 party 之后，我们就要先跟云顶梦号暂别，准备回到新加坡展开另一个旅程。但依旧是期待下次的再相见，也谢谢游轮上所有的工作人员，给了美凤有约的观众朋友们这么难忘的时光哦。耶，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新加坡的中巴鲁区，它是最古老的社区。听说将哦，在英国殖民时期就已经有了。没错，那么一楼呢，它就是生鲜的一些市场，可以买一些材料。对。然后二楼呢，就是美食街，都是在地很特色的料理哦。没错，讲到好料理，是不是？今天还有人要跟我们一起共同享用。对，运动会的优秀的前5名。前五名，掌声欢迎各位。我们是这一团是特别选出来的。对呀，投篮都有进的。是的，是的，是的。好，那我们就是鼓励他们一下，我们就带他们吃假好料诶。假好料诶，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新加坡币，来，来，耶！哎，你看嘛，手机伸出来，钱都水来了，来来来来来。那我们就看你啦。好好，没问题，没问题。带我们去
那我们就直接往二楼走了。加加加加加加！新加坡因为历史环境的关系，融合了非常多国家的文化，料理也受到许多影响哦。像今天 Terry 带大家来的地方中巴卢市场，就算是新加坡的隐藏版美食区哦。中巴卢区啊，是新加坡最早的国民住宅区，市场二楼的小吃摊摊到地，物美价廉哦。我说这五位粉丝朋友啊，你们真的是太 lucky 了啦！吃起啊！然后每一个都是因为都很有特色。首先，我们先看到的就是这里有人排队，那个水果。哎，跟我们的那个花桂的桂是一样的。桂。我们来试试看，因为你好，放过来就打一排队，排这边你跟什么讲？对对对，对对对，最有人气。来来来，排队排队，台湾人上爱就是排队，排队就是真好食。对，他们都对啊。美凤姐果然是狠角色啦，第一摊就选中了中巴卢市场的人气摊位建博水果。你看这人潮啊，是络绎不绝的来，就知道味道一定不错啦。接着下一摊呢，则选中了豆干薄。豆干薄这道料理呀，除了有现烤的豆腐泡，还有凤梨、苹果、黄瓜等蔬果，最后淋上甜沙拉酱和花生碎，到底味道如何？真的是让人很期待啦！哎，但是 Terry 又去买了什么卤面？这中巴卢市场的美食真的感觉很奇特呢。耶，买好卤面了。哎，阿瑞，你快点逛街吧。哦。因为哈，中巴卢市场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凤姐呢帮我们到另外一边，再帮我们买更多的美食哦。我们来找凤姐，嘎嘎嘎嘎，来来来来，耶，干杯！哦，这个呢就是豆花卷，像豆浆，淡淡的，冰冰啊，就怕了哦。但是它真的是豆花的感觉哦，豆花的味道。冰豆浆，冰豆浆，冰豆浆，就我们的冰豆浆，冰豆浆，对，口味很像，类似像，好，今晚哈，是有关什么水果啦，豆干果什么什么，我们现在可以开动啊，好来，吃啊，好来哦，大家我们来开动喽。哦，这个中巴卢市场非常非常多的东西。刚刚我跟凤姐兵分两路啦，我买了最贵，还有这个豆干薄、糯米、糯米。那凤姐去买的就是酿豆腐，还有豆花水，还有粥，还有鱼圆面。来，大家开戏喽！来来来来，加了加加加！哇塞，这餐也太丰盛了吧！有这么多道地美食。哎呦，美凤姐的粉丝朋友啊，你们真的是太有福气的啦！但话说回来，这口味到底如何呢？大姐，你刚吃这个锥桂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它就是跟台湾的蛙桂不太一样，它是把材料放在上面，它没有我们的蛙桂那么丰富。我们里面有很多的材料，像豆花，还有豆那个肉干啊，香菇，菜脯。对，它只是纯粹的一个用这个桂淋上它的这个，有点像红葱头那么炸的哦，红葱头菜脯，对，要上面这个酱，是不是？而且它就是很单纯，可是它这个桂做的纯米做的 Q 度很好哦，纯米做的 Q 度很 Q， 就是说自己可以看我要多少寿司，对的话也。各位观众朋友啊，这摊水果啊，听说从50年代开始就经营喽，是这里最古老也是最著名的美食之一哦。还有还有，这里还有一个你千万不能错过的，就是迷你版的昂菇桂啊！你看大家一口一个吃得有多开心呐！中巴卢市场的美食啊，真的是说不完，有机会来新加坡去头，可千万不要错过哦！耶！现在在新加坡又爬爬照，这一点在哪里呢？是哈吉巷，什么意思？对，哈吉巷这个巷子呢，它又称作彩虹巷。彩虹巷为什么呢？因为看到我身后有没有五颜六色、七彩缤纷？哎，哇，跟你好搭哦，是好亮哦。没错，我整个黑皮肤在这边显得特别的亮。哈吉
巷。对，而且这个巷弄里面呢，它有很多特色的小店，然后还有很多的涂鸦，还有很多的壁画，所以站在这边随便拍张照都很好看哦。而且啊，越晚越美丽，因为人会越来越多，晚上人超多的，现在大概是4-5点。是哦，难吗？哎，今天天气好舒服，凉快哦。好棒哦！前面有下一点雨，然后现在有点风，有点凉，现在有点，对，现在有点凉快耶。不是慢慢的，好舒服，那我们就走一走，逛一逛哦。哦，哇，这墙壁是啊，这个晚上酒吧应该都是坐，街上都是坐满满的人。你看音乐啦，然后呢也很有特色。对，到了晚上那个灯一打打亮的话，又更不一样的气氛。错，然后每个墙壁故意就这样的斑驳，这样有点大灿烂彩，然后窗户就用不同的颜色。对。而且我觉得这边很异国风哎，在这个街上，你可以看到来自世界各地国家的朋友，这是特色。对，来到新加坡啊，就感觉全世界都离你很近，因为这里有各式的人种和文化，发展出属于新加坡自己独特的韵味哦。人家都说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见面不相识。这次啊，很开心梅凤姐和梅凤有约的制作团队可以和粉丝朋友们面对面的接触，共度了7天6夜游轮梦之旅的美好时光。再次谢谢所有朋友的支持，也希望大家玩得开心。每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半准时锁定梅凤有约，我们会在民视频道陪您度过每一个午饭时光哦。我们下次见啦，拜拜。